十号晚间有跟郭董来碰面，那到底内容是什么？其实大家还蛮关心。其实这样的哦，我知道郭董最近都有在到处在请益嘛哦，那他说他来，他晚上十点要到我家来，那我们也不能拒绝嘛，他就让他来了。不过谈什么是这样的哦，其实那天晚很晚了，我们也没有谈什么太多事情，主要是当然交换一些意见了。我还问他说，那个国民党那个征召到底比赛规则是什么？我说你都不知道比赛规则，还是跟人家参加比赛？那到时候结果出来，你们要怎么决定？大概就谈了这一些了。那现在很晚了，所以谈不到半个钟头就离开了，是不是？有谈到立委的部分吗？因为现在没有，是因为这样的哦，不是。其实那一天晚一定很晚了，所以我想他大概只是表达一个善意，就这样。所以没有特别在讲什么，所以他是临时进监哦，没有，不是没有临时的，我跟他有简讯的，所以事实上他有一些他会说，我是让什么时候是让哪一天来拜访你，那我就跟他讲说，我行程排到十点了，或者说排在，所以至少十点以后见面。那时候有谈到这个郭科合作的哦，这个我跟你讲哦，我还跟他讲说，你们自己什么会不会出现不出现都不知道的。所以这些什么叉叉配的、啊，什么立委什么都没有谈到。那在场一起谈话的还有？我跟你讲，只有跟他在一起了。我还跟陈佩琪说你不用听了，去休息。可是郭董有谈到说他现在对国民党里面的忧心嘛？因为既然你们已经谈到说他如果没有清楚规则的话，当然他说他会尽量去争取国民党的支持嘛。我刚才讲说你比赛规则都不知道，你要跟人家参加比赛。那他有谈到说，如果说最后出现的不是他，他会怎么办？这个我跟你讲，我没有办法替他回答。是这样的哦，谈话内容简单的我们可以讲了，就是说，你说十分钟也可以讲很多话，不需要去把每一句都原文转播了，我觉得这不需要了。那如果最后出现的不是郭董，你还会再找他合作来进行你的下一步吗？没有，我跟你讲哦，我跟他本来就认识哦，特别是当时为了高鸿安的事情，也有私底下哦谈过几次。但我们是争取所有的支持嘛，就这样。但是并不需要，我还是一样的。我觉得态度是这样，人家问我们就，人家要来找我们，我们也不会拒绝人家。你会有合照会来对外公布啊？你会有合照来对外公布？你觉得这消息是多少人报？我跟你讲哦，一定不是哦，大概也不可能是陈佩琪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觉得郭办这样放话的消息的用意是什么？我们差不多那个要支持了，那个就给你们自己去想了吧。好了，要支持，要支持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上那个主办单位的。柯市长说他参选的几率高达99.99%，是不是非绿整合的部分破局？任何只要还有0.01%的机会，我们都是全力以赴，因为我们都相信啊，大家必须要团结在一起。那更何况，我相信嘛，所有的台湾的民众现在最期待的就是政党轮替。刚才的民调数据也展现出来，超过半数以上的民众都是需要希望政党轮替。那既然大家都希望政党轮替，让台湾的真正的民意展现出来，我们就必须要团结在一起。那我们相信最后我们一定会团结合作。就是说您未来的这个对手部分有可能是侯友宜，有可能是郭台铭，也有可能是赖清德，赖清德是已经确定的。那在这些人选当中，您怎么评价您的这些对手？重点呢，不是说对手怎样，其实我们要这一次选举，其实我思考过，我刚开玩笑说哈，计程车司机就是最好的政治评论员了，比那个晚上看的扣音节目还准确。以前那个计程车司机会怎么讲？用啊，相对总统我嘛是塞给人家，那不差。但是我发现最近这样哦，那态度就不太一样。这是台湾有总统直选来第一次，台湾人民在思考说，这次要选谁？如果选的不对的话，对国家产生什么影响？其实台湾现在是这样的哦，重点不是说总统候选人是谁，重点是谁能够解决当前台湾必须面对的问题。理论上，台湾当是美丽是达夫尔谋杀嘛。它不可以是世界上被评为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。只要我们去美国，你知道吗？就发现说，理论上大家认为不会有战争，但是大家还是很担心。我说在国外的智库，台湾现在是这样的，不止五缺，你知道吗？
到现在连哦缺工啊，什么缺鸡蛋，什么都跑出来哦，还有这个年金，这个老板不要破产，种种问题在哦。所以我们今天思考的不是说我们要去评论哪一个候选人，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思考的到底谁能够解决当前台湾的问题。某党的侧翼啊，一直抹黑什么槟榔啦、哦叉烧包啦、哦西瓜啦、都星巴克啦，奇怪，那怎么现在以前我讲的话现在没句？他当时还骂我是中共同路人，他这不会表示以前你们是双标吗？就是为抹红而抹红啊？那怎么今天你代宪队变成中共同路人了？那其实这没什么稀罕，在他们的眼光里面，只要不听话，每一个都中共同路人啊、哦，跟以前的高嘉瑜、王世坚。也曾经被说过是中共同路人。有关于两岸的问题，你说不适合在议会来耍嘴皮。但我想问你们的是，传出赖正宜他们在两岸的论述部分将会聚焦和平保台，已经反共不反中的这个立场，那你怎么看？因为过去赖清德被视为是台独精神。第一点哦，其实长期以来，你知道我一直被侧翼，你知道吗？很多某党的侧翼啊。一直抹黑什么槟榔啦、哦、叉烧包啦、哦、西瓜啦，就说啊，流星巴乐啦，哦，哎，那、啊、怎么现在你每现在每讲的每句话都是我以前讲过，我以前就说反共不一定要反中，反中不一定要呛中，哦，哎，奇怪，那怎么现在以前我讲的话现在没句，啊，当时还骂我是中共同路人，哦，是槟榔，啊，现在怎么？开始说，我们欢迎这个民众党跟我们民进党的政策一样，啊，这不会表示以前你们是双标吗？就是为抹红而抹红啊？那、啊、怎么今天你代宪队变成中共同路人了？那、啊、其实这没什么稀罕，在他们的眼光里面，只要不听话，每一个都中共同路人啊、哦！连以前的高嘉瑜、王世坚也曾经被说过是中共同路人，所以觉得是这样嘛、哦、不要用意识形态来分裂这个国家，啊，是不是？我在很多演讲都讲过，在现阶段，台湾既不可能统一，也不可能独立。其实维持现状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。所以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怎么去求取台湾的自主，那两岸的和平，这才是目标嘛。那你过去都每天在操弄那个什么抗中保台的，什么芒果干的，讲一大堆，那怎么今天你也变成中共同路人？今天民进党议员要在议会要抽考侯友宜两岸还有美中这种国际议题。那就考啊！我坦白讲哦，这个也有个人的经验啊，这一些还是很严肃的题目，这绝对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够会。所以这要还是要很大的智囊团，还要读很多书，还要在实际操练一样。还有一点啊，我们有实际到美国跟美国政府高层谈过以后，对局势会更清楚的。所以来讲哦，这种题目不是在议会耍嘴皮的，这要读很多书。跟很多的专家讨论过，甚至还有实际的临场经验，因为毕竟美国还是团队动员的盟友，有些东西还是要面对面跟高层沟通。